各位同仁啊，各位时代，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下一句，家里更快当，这当当卖瓜，因为即马刚刚我一人在台下顶，所以咱有保持社交距离。真欢喜，大家当来到咱罗里门圣母庙来体验吼，去台公车因为只穿便便哩等。啊，因为安怎想要办这个活动，我想是重视咱的安全甲生命的安全吼。咱今年吼，去年甲去年咱的交通的A1、A2 就是死亡率甲受伤的拢是全台湾排第一、第二的。啊，今年吼，咱已经交通的肇事率已经降低23%哦，但是呢，我感觉我无够低。哦，因为爱重宣导，毋是干呐警察拄仔咧开单尔，爱重宣导。哦，所以咱今年一月到七月哦，65岁以上的咱的坐火人啊，造成交通事故受伤的3500人，3502人，吼、哦，啊过身去的46个，所以吼、哦，这是阿妹讲个，你讲46个，7个月，1个月要6、7个，吼、哦，实在是无好。所以我想爱重视咱个啊，是大人，咱个老大人吼啊，行行个安，行安全，不管是走路，不管是骑铁马，不管是骑机车，甚至是赛车，拢要注意。啊，今日特别就是讲，全台湾吼过来行吼，拢、哦、大型个客，大型个车，啊要转头我夹个时阵，啊都迄内轮差怎啊甲边啊奥多拜啊，还是边啊咧行个人，拢搞过。啊，造成即号即搞着吼，迄拢差不多啊。所以吼，最重要就是讲，看你要体验，大家来上车看卖你，你徛你坐迄个司机的迄个位哦，哦，稳奖的位，司机的位，你坐遐看卖，看迄个镜照会着边仔的人无？啊，看你啊，阮就会找人来徛伫遐互你看，看其实你看迄个镜，你头拢无人，其实人有徛伫遐，所以吼，即最重要的。拜托各位士大，拜托各位好朋友，哦，会当来注意，就是讲吼，即下大车来都卖离伊伤近，就走远，就走较边仔，就拢平安无代志。你想讲，我伫徛伫边仔，哪会可能无看到我？啊，就甲你讲，迄镜就照袂到，就真正照袂到。哦，所以我想伫遮要甲大家拜托，啊，拜托大家回来的时候，甲咱的啊亲戚50、朋友80。哦，中秀会的朋友，或者是社区的朋友，或者是厝里人的老伴吼，来甲讲一下，讲哦，我头下早起去圣母庙，你甲看，我真正迄镜拢看袂，你甲讲，伊就会听。我若讲微博，讲破嘴，伊嘛袂听。所以我想啊，真感谢哦，啊，大家来做交通安全的宣导的大赛，吼、哦，会当好，即、這个咱哦交通安全吼、哦，咱讲救人一命，胜者七级的辅导。孤独啦，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吼、哦，啊，就是迄佛塔的意思啦。救人一命，较赢去七层的佛塔就对了啦。哦，啊，所以你啊，安尼大家较注意，咱的交通安全得到确保吼，安尼咱就是真正哦功德无量吼、哦，而且非常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都请移步至台上喽，我们待会要进行焦点仪式以及安南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吴胜智会长，嘿，吴里长，我们请往台上移动。来，我们现场议员服务处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各协办单位的代表，我们都先请往台上移动。那目前还没有邀请到的贵宾，请先在台下观礼。我们待会呢会有一个大合照的过程，会再邀请我们台下所有的来宾一起上台来进行合影留念。待会我们的仪式呢，我们要请市长率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敬老精神的一个口号的宣誓。我们要宣誓的口号是守护长者，是福有责。同时呢，要请我们台上的来宾们，我们在宣誓完口号之后，一起手举高，比一个 Go 的动作。好，那我们请台上的来宾准备好了吗？3、2、1，守护长者，是福有责。Go！ 是我们台上的长官来宾们手持的是我们台南市系敬老系列活动的标语，其中市长手持的是
守护长者市府有责的精神标语，代表着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将会率领市府团队持续努力，积极的来推动我们各项的老人福利及服务，将台南打造为敬老、亲老、友善、宜居的城市。还有重阳礼金救大师，银发记忆永流传，安全乐活真幸福，钻石加油很美满，几百岁人类金健康，这都代表着社会局接下来将办理一系列的敬老活动。谢谢我们，谢谢台上的长官来宾，我们请留步继续要进行我们的大合照。那我们也邀请台下所有想合照的来宾，我们可以往台上移动来进行。好，不好意思哦，我们要请长官们喊口号的时候呢，我们喊口号一样喊赞及比个赞哦。来，准备，幸福重阳，安全乐活，赞。好，我们再次先 OK 吗？好，台上朋友都已经捕捉到最佳的画面了吗？好，那我们的长辈让他起来，然后我们来可以跟市长来合照。好，我们这次呢，我们先来看右边的镜头，一样来喊赞及比个赞哦。所造成的内轮差及视野死角，来加深长辈外出时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监理站的解说人员为各位长官来宾来进行详细的说明。来，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的长官，还有我们的长辈，大家好哈，大家早安。来，市长好，还有我们的长官，还有我们的长辈好，大家早。我们现在要给各位宣导一下我们的大屏车的视野视角哈。那么各位看到有黄色跟红色两个差异性在什么地方？黄色就是视野视，一个视野视角是我们视力大哥，当你视听的时候看不到，你在行走跟开车行车的过程当中，黄色的区块是我们的视力大哥看不到的，你一定要远离它。那么红色的区块呢，就是我们的内轮差。亲爱的视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这边要提醒我们长辈出游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一点，黄昏夜晚出游的时候，应该坐着亮色的、较清晰的地方，或带反光配件。第二点，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确认左右都没有车的时候，再来过马路哈。第三，啊，拄到大型车，你著闪较远个就对啊，卖甲大型车安尼徛伫边啊，无做危险，就差像头拄啊迄个三角锥安尼，甲你告歹去。
而且嘛要呼吁咱所有的驾驶人吼，因为老大人伊行动较慢，所以呢，你也拄着老大人，拜托加较注意，加较体贴的，加较关怀一下，安尼就当减少交通事件的发生。希望大家来做伙守护咱的长辈，守护长者，咱四福有责，耶、yeah。好 ，OK， 好，谢谢哦，谢谢市长。